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意思意思喺度祝大家父亲节快乐。自从安省政府经济重启之后咧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系去室外嗰度进餐，但系我哋到目前为止都系仲系买外卖。咁虽然我哋唔会喺室外用餐，但系今日见到天气好靓好靓，阳光普照，所以我哋选择喺我哋屋企嘅后院嗰度享受食物。大家看到我们台上的烧腊，其实我们都介绍过这间店铺的了，没错，就是在 Midland 和 Shepherd 的龙腾烧腊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都不是餐期的时间，我们排了几耐半个钟才买到他们回来。哇，看到这么漂亮都忍不住吃了，因为这么好的天气享受这么好的食物。哇！喺呢个咁好嘅环境底下咧，我哋狂风扫落叶式咁食嗰个琵琶鸭同埋豉油走地鸡，我话咗唔拍噶，因为要享受。唉，但系唔拍真系唔得，因为点解？真系好好食，我真系好想大家网友咧去试下。嗱，呢个琵琶鸭咧，我好辛苦咧就留低两件，其他嗰啲冇晒啦。啊，呢个系鸭胸，师傅嗰个刀工好好啊，斩得好幼啊。好彩剛才我拍了它整隻，即是半隻鴨的樣子，應該有的，可以給大家看它呢。我就想再說什麼呢，它這個皮可能因為我們去買的時候它真的是新鮮出爐，今天還是帶一點脆皮，還有呢，雖然它的鴨胸是不是巢皮的，依然是很平滑，還有呢，又是好像之前我吃琵琶鴨跟大家說，就說那些骨呢都是較為深色，很香啊。我剛才呢連那些骨呢都選了、因為我之前都說過啦，如果琵琶鴨或者燒鴨呢，我覺得鴨背呢是很好吃、我來送走即是一流啦。那麼再說都是不再說了，因為我都想吃這個。橫掂講開，不如講埋豉油雞啦。自從喺龍騰燒臘買完呢個琵琶鴨之後，我哋都一路都繼續幫襯佢買，因為佢嗰啲嘢咧真係好好食。但係我又唔想成日影完又影，影完又影，因為有啲網友可能唔中意我哋成日介紹同一間餐館或者係鋪頭。但係啊，唔係，但係啱啱過去咗母親節咧，我哋又再去買佢嗰、那個乳豬啊，嗰次就預訂嘅。都特登唔影噶啦，但系都系好好食，亦都見識過去過年過節嘅時候咧，即係多人到不得了啊，係搞到我都攣曬嘴啦。因為咧話過年過節多人幫襯，其實都唔係我哋經歷嘅，係之前啲網友都有留言講過。嗱，言歸正傳，講翻佢個豉油走地雞先，肉質係實正嘅啊。其實我都唔知道有冇講過咧，不過肯定嘅咧就係之前係幫襯過買過，係好好食嘅。咁嗰個皮咧又係薄啦，嗱，我夾呢一嚿出嚟俾大家睇下啦，嚇，冇乜脂肪嘅，皮係爽彈，同埋雖然你話係豉油雞，但係係一啲都唔話過鹹啊，咁當然係有味啦，豉油味啦，但係一啲都唔會太鹹。如果點埋個薑蓉，我覺得仲有空間添，不過咧佢嘅薑蓉咧就稍微鹹咗少少，但係都係好食嘅。同祥佳影妃子少荔枝是在大统华买的，$4.99一磅，就这样它的价钱呢已经是相当之吸引了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所以买得少，买了回来刚才吃了两粒，发觉后悔没买多少少。我特登切开了好像人家那些 sample 这样给大家看看。这几粒呢是算是大核的了，刚才我吃的粒呢是小一点咯，但我又禮手抌咗咯。
看看这个先，这个也是 OK 的。咁啊，呢一个就大啲啦。咁食落去咧，好清甜，好好食。咁啊，如果系纯粹单系讲话荔枝咧，我就唔会拍片嘅，因为好奇怪，拍咗条片，我谂大家都唔会中意睇啦。咁但系因为我哋今日父亲节嘅关系，横掂我哋喺室外用餐，咁啊，俾大家睇睇呢个妃子笑荔枝嘅样子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赶快去大通华度买嚟试下啦。我哋亦都喺一个极短嘅时间，将嗰啲荔枝全部食晒，真系好清甜多汁，同埋好有荔枝味啊！因为我哋咧要继续享受室外大自然嘅环境、清新嘅空气，所以呢条短片希望能够尽快去剪接同埋摆上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。好希望各位网友同你哋嘅家人享受咗一个开开心心嘅父亲节啦！喜欢我哋呢条短片嘅，请你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知道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